比看医生厉害，这些坊间治疗法要钱更要命。他就说青蛙跳20下，我现在在听你那个喘气，你们很贵耶，这样子花了5000块耶。哇哦，黑药丸，阿妈说比那个日本的止痛药更有效，不止胃溃疡出血，他连肾功能都剩下一点点，送化验，他们发现哦，加了4颗止痛药的剂量。哇，加的厉害！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熟女家务事。